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时尚聚焦啊，6月2号啊，傍晚，今天上午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内容，其中有两个呢，在他的视频里他又挂有广告，这个我看很多朋友很感谢朋友在这儿说这有广告，大家多看广告，我个人也看朋友留言，我自己也查阅了，是有，他也按照切点上都有。但是在我节目本身呢，他依然挂的是黄标，他讲说他们正在审查，要由人工审查核对这样的内容是否恰当，他有这个东西，但是呢他又确实挂广告。很早有遇到过类似的，很早，我这次没有，这次是第一次。那这种情况通常呢是 OK 的，就是那个通常是管用的，就是他广告是会记述在我们这边。但是6月1号他改变了规章制度，他提到说 YouTube 的广告由他自己全权控制啊，全权控制。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蹊跷的事情，那我们就不知道他怎么算法。因为你比如说他给我们的节目定性，如果定性说适合广告，那就 OK 了。如果最后定性说你这个节目不适合广告，结果他又挂上广告，然后收入全算他 YouTube， 很遗憾我能想到这一点。还这个世道现在是到这份上，那大家看到的故事就是，那可能大家觉得他也太那个了，太过分了。那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能给人定性啊，因为我现在也确认不了。但是有这样的，所以他是在6月1号之后呢，他在出现变更。另外一个比较大特点，在去年一年他都是套两个广告，现在没有，现在都是一个广告啊。我看今天他挂里面都是一个三个，就是一个广告。这种情况2019年之前是这种情况，那也有可能他的广告量下降了啊，我只是这么猜测了，有可能，或者他做什么比较大，这是比较大调整。原来通常呢，你比如说他挂两个，一个5秒钟，一个15秒钟，那是比较好的。那我们现在看到挂到都是4-5分钟、3-4分钟的广告，这种广告一般要看足30秒，也就是你看到31秒，就是这样。那我现在我们看到故事基本这样。所以社交媒体具有庞大的，已经超乎了一般人们能理解的力量啊，这是我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。因为大家看到广告，我们现在还查不出来，要等明天它才会24小时之后，18个小时之后它才会有报告出来，所以那个时候才知道。那 so far 到现在呢，我们昨天那么跟大家分享之后，今天确实看到了变化，确实看到了变化，这也是真的。我们就等待喽，感谢朋友喽。那这件事情同样，我们现在跟大家报的新闻同样是透显出社交媒体的力量。川普拿出那个桌面，对吧？就是川普桌面那个网站，他关闭了，今天下午啊，永久的关闭了，他没有太多的解释。Jason 米勒是川普的贴身的幕僚，他主要负责媒体的。那在 Twitter 上呢，有人第一时间发现了他的关闭，然后这个 Jason 米勒就转推了一下，就承认了这件事情，都没有过多，没有什么过多的解释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川普的桌面呢？他叫川普的桌面，就是不到一个月就关闭了。我们当时跟大家解释，当他推出来，我们跟大家解释过，说这就是一个他公布消息的，不是一个社交平台，因为人们留不了言，只有他自己说话。他怎么去抗衡？他怎么去互动啊？对不对？他推不起来。后来，华尔街邮报曾经攻击过他。
说没有人去他去那个桌面上，没有去那个网站，没有人去。那川普在前天反击过他，说我们大概记录了3600多万人次去过那个地方，啊，那是川普的反击。但是从今天是星期二，今天星期三了，从上星期五，其实他在那桌面上的讲话就明显的很弱了，中间有2天都一句话都没说，所以到今天就关闭了。我们当时跟大家一再解释过，他比较特点就是他边上挂上了 Twitter 跟 Facebook， 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过，那这个是现实了，这个不是谁我说我置口气，根本不是。所以川普以这样的方式就关闭了。那显然关闭的结果，关闭的事实反映出跟他预期的结果距离太大啊，距离太大。大概他讲述的意思，我看不同的人讲述嘛，大概讲述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愿意呢返回社交媒体，但是会怎么样，这社交媒体怎么出来不知道。即使他返回社交媒体，我们看到枕头哥他说他退出社交媒体，我们看到那份压力消失了，他很难推出来，很难的，这是现实啊。所以很多朋友不愿意去生活在一种情感当中，不愿意去尊重这份现实，那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困惑。川普删掉了他的网站，发言人证实不会再回来。他声称被所有的社交媒体拒绝加入了 Parler 和 Gab 努力接触这种辅助的部分。下面这是下面那个是广告了。然后他就提到说不会回来，这是用的 Jason 米勒，不会回来。这只是对我们已经和正在做的更加广泛努力一种辅助措施。不是川普总统信息的传递或者公开宣传的关键点。我个人以为呢，川普做事情有了他坦白的一面，这些都是因为杰森米勒是负责社交，是负责媒体，所以我以为他这么讲也就这是没什么可讲的，应该不是问题。但是这个网站不成功，这个网站代替不了社交媒体，跟川普期待的一定有很大距离才会这么做的，成功的谁会删掉它？所以大家明白这么事实了，这个环境就这么个环境。不到一个月关掉了，跟电子邮件给支持者声明类似，网站有一些连接点。National File 提到说，伯克冲还补充了一些跟踪器在那里，希望有所接触。这里主要是讲了两个社交媒体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，那这些都是一种补充的。那川普一定会以社交媒体的方式出现，但是他会不会被迫回到 Parler 或者回到 Gab， 那我们不知道，这个他什么都没讲。他如果自己独立支起一个社交媒体，他有这个条，我觉得是有这个条件，但是呢，会有多大的一种在运作上，在真正的运作跟要遭到像这种全体的围剿的背景之下，如何面对？当然，就目前来讲，其他大的媒体，包括亚马逊等，对他的社交，对他的这种冲击呢，可能没有当初那么大，应该没有当初那么大，特别是在中共病毒的问题之下，已经转向的问题之下，你不会看到曾经拥有的那一份极端的凶恶。但是川普这个做法呢，在他与公众交往的过程中是个挫折啊，我以为这是个挫折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门面性的东西，所以只能说他当初拿出来的时候考虑不足，而现在就出现一个果断切断呢，又是它的特点，但是又没有成熟的社交媒体出现。Parler 目前又回到了苹果上啊 ，Parler 本身回到苹果的平台上，就是苹果的 App Store 里面，所以不知道啊，我们只能说不知道。
我只能我那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，大家一再强调，大家要理解，今天的这个世界的环境就是这么个环境。你可以把它称为天意。那这一份的天意呢，代表恶的势力。有朋友说，那你也太那个，这东西也叫天意 ？OK，《封神演义》，元始天尊对人就是天意，老子对人同样是天意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的师弟通天教主对人也是天意，所以当在一定层面，一定人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神的层面出现了某种东西的时候，对人是很难分辨的。撒旦来自于耶和华殿前，是个大天使，那当初他的位置对人而言算不算天意？哦，我以为大家能很坦白的要对自己负责任，真实是最大的善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